鸿海股东会来了满满人潮，夏普当然不能错过这大秀新品的好时机。鸿海在现场展出这个有16个镜头的相机，可以看到呢，如果现在要拍一个画面，因为它有10个镜头一起动作，所以呢画面也会更加清晰。号称能取代单眼，每次拍照都是10颗镜头一起运作，低光源拍照清晰，连拉近焦距同样不模糊。超大尺寸的 8K 电视也搬到现场，播着台湾各地美景，更能看出荧幕色彩鲜艳饱和，引领整个全世界走向 8K 的 ecosystem。 电视公司呢才开始有 4K 的 camera， 我们公司呢已经在做 8K 的 camera， 就是下秀技术超薄功力不能输，拿出10元铜板一比，竟然和荧幕边框一样薄。精准医学的里面基本上多怎么样，多在我们这里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把那个内视镜拿给各位看，因为那是医学仪器，但是呢他可以让各位看一下那一条线有多细。不只是股东，另外对于一般人也有优惠，现在只要买冰箱就送每个月2000元的家用购物金。购物金连送18个月，郭董好大方，菜篮里头各式绿色蔬菜、凤梨、哈密瓜等水果都任君挑选。台入日韩媒体大集合，夏普端出最新技术要惊艳各界。东森财经新闻张家轩、班义全在台北采访报道。